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再次吸引我们来到圣殿敬拜你。是的，我们同心呼求，凭信心宣告：我的国家、我的城市、我的教会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全人、全心完全属于主耶稣基督。恳求你的光照亮我们的心，除去一切的黑暗权势，我们就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光明之子。感谢父神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宝血的代价，成就十架救赎的奇妙恩典，使我与天父上帝够和好。何等长阔高深的爱竟然临到我的生命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恳求父神让我们将这样的感动深深地保留在我们心中，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因为耶和华以乐的神必预备各样够用的恩典，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行的时候，父神，你加给我们力量，你的能力与孩子同在，跨越每个高山深谷。当我们觉得疲乏困倦，似乎来到枯竭的尽头，主，你对我们每个人说，你是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的神。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得到自信的秘诀，都是靠着三位一体的真神所加给我的力量，使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将花礼拜恭敬地交在父神的手中，卸下一切的忧虑重担，愿主亲自让聚会的人数和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一同成长提升，神迹奇事不停地涌流。让我们用信心祷告，读神的话语，天天跟主有美好的关系，美好的交通。求父神掌权，拥有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，将以下时间恭敬地排列在你的面前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读最大的诫命，预备起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七节。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七节。第十章第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主啊，我起念，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。我本是左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敏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：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：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见你心里就欢喜。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自己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愿神主的话语祝福领导每一个人。接下来讲到我们请萧中轩传道师。传道师今天主要讲的是建立自信的秘诀。